后壁区是全台上大的洋芳果产区，为了辅导在地果农，后壁拢配合农业部政策设置洋芳果专区。而洋芳果产期是伫个春秋两季，农会即几年嘛请教着农粮署甲农改场的专家，热天时阵伫个专区的示范田来种西瓜。西瓜示范田，我们今天是采用六个品种，包括市面上现在很夯的马卡龙，那像这么大颗的金泰兰，都是市面上那个每台斤超过100块的特殊品种。希望讲会借由这一次的西瓜田示范田，吼，让咱的洋芳果青龙，除了在春秋两季可以种洋香瓜之外，吼，在咱热天的时阵，会买当来种西瓜，吼，咱的小块的部分买当，让咱的农民的收益更加提升，吼，啊嘛，唔嘛讲，吼，咱全国的咱的消费者，吼，咱的较好的西瓜买当，在咱的布谷农啊创馆买会到，吼，嘛来鼓励咱的在地青农返乡来种植这个洋香瓜跟西瓜。目前示范产区西瓜生长已经有不错的成果，农会日前也特别办理观摩会，邀请到农改场的专家来跟农民分享西瓜品种、一个安全用药、白糖海防治等等种植的知识。伊是袂使空气浸水的安尼吼，袂使浸水，按过伊这个瓜啊吼内底水分足悬的，所以需要配合讲咱现。因为咱现代吼，现代主要吼，唔是干那靠高底咧通灌水啦吼，就即摆拢有一寡那种红西瓜大迄种啊，你若去迄种溪埔底去看来讲，吼，迄种足大面积的迄种的吼，拢爱家己爱有水池啊，哦去拍水，吼，所以生长过程内底水分较稳定，啊，咱这瓜也是较有通收。后壁农会总干事林怡心表示，目前示范产区是配合着农改场导入节水滴灌的方式，成功种出六种品种的西瓜，而且品质拢真好。希望讲透过观摩会，予果农了解相关的知识，种出搁较侪优质的后壁西瓜。人天新闻台后壁采访报道。